低头来共同的一起开口来祷告，我们用喜乐的心来赞美上帝，我们一同开口。主啊，我们要赞美你，主，这是像这首诗歌一样，主啊，我们实在是要需要主耶稣，耶稣，我们欢迎你在我们中间，主啊，这是你的灵要在我们中间赞美你。赞美耶和华，向耶和华唱新歌，在圣灵的会中赞美上帝。愿我们的上主欢乐，因耶和华喜爱他的百姓，又救恩做谦卑人的装饰。主，我感谢你，因为你的保护，使我不怕白日的卑贱，黑夜的侵害。因你要在我们的道路上保护，因你知道我的名字，要把我安置在高处，你应允我，若我求告你就应允，在极难中你要与我同在，使我享平安尊贵。主啊，何等宝贵的应许，主，我们要赞美你，高声颂扬你，主，因为你看我们为宝贵。主，把我们在这样的聚会里，主啊，我们亲眼见你，主啊，主，这时候主你真是来向我们显现，主，让我们真是触碰到你，主啊，我们的生命需要改变，主，就在这时候，主，你向我们每一个人来说话，主，也巴不得你借着今天就我们传道的口主释放你的信息，让我们听得明白，主看得清楚，主，愿你的荣耀在这里，愿赞美都归给你。那我们一同来用主导文来做结束的祷告，我们一同开口。我们在天上的主，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，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我们日用的饮食，今日赐给我们，免我们的债，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，不叫我们遇见试探，救我们脱离羞恶。因为国度、权柄、荣耀，全是你的，直到永远。阿们。愿主来帮助我们，愿我们的祷告也成为馨香之气。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下面我们要一起来读圣经列王记上17:1-9，列王记上17:1-9。我们翻到的时候呢，请弟兄来念单数节，姊妹来读双数节，最后第九节的时候我们一起同声。好，我们一起，我们请弟兄，我们来读第一节，请。基列寄居的提斯，来，提斯比人以利亚对亚哈说：“我指着所侍奉永生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起誓，这几年我若不祷告，必不降露，不下雨。”第二节，请姊妹，请。耶和华的话临到以利亚说：“你离开这里往东去，藏在约旦河东边的基利西旁。”你要。第四节还是请姊妹，是双数节来。你要。要喝那溪里的水，我已吩咐乌鸦在那里供养你。第五节，弟兄，请。于是以利亚照着耶和华的话去住在约旦河东的基利西旁。第六节，姊妹。乌鸦早晚给他掉到米河的肉来，他也喝那溪里的水。第七节，弟兄，请。过了些日子，溪水就干了，因为雨没有下在地上。第八节，姊妹。耶和华的话临到
住在那里。我已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从那里。好，那个我们本来是第九节一起的啊，那没有关系，但是我们来就说是最后的一句话，我来再念一遍啊。这个耶和华的话临到他说：“你起身往西顿的撒勒法去，住在那里。我已经吩咐那里的一个寡妇供养你。”愿神来祝福他的话。我们下面来做京剧的朗读。今天朗读的京剧是诗篇91篇14节。好，我们一起用华语来朗读，请。上帝说：“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”我们再读一遍好吗？来，上帝说：“因为他专心爱我，我就要搭救他，因为他知道我的名，我要把他安置在高处。”阿门。我们有台语的，我们请我们。因为伊真疼我，因为伊真疼我，我就要救伊，我就要救伊。因为伊捌我的名，因为伊捌我的名，我就要安置伊奇怪的所在，我就要安置伊奇怪的所在。好。英文的部分，请弟兄姐妹跟着我一起。Because he loves me, because he loves me, says the Lord, says the Lord, I will rescue him, I will rescue him, I will protect him, I will protect him, for he acknowledges my name, for he acknowledges my name. 好，我们下面我们要请今天千惠传道来为我们传讲信息，英雄不怕出身低，我们欢迎他。